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得剧的时间。大家好。今天没有突然啪一下，有点不适应。对，啪早了点儿，对，啪早了，啪早了。对，大家看出来了，今天有两位美女驾到。我不算，我不算，算了算了。哎呦，谦虚谦虚了，上次已经有人点过你了。被点名啊？对，被点名。我挺贵的。对，既然是这个，你看女性话题嘛，所以我们就要将八卦进行到底，聊一下这个特别俗的一个，就是这个跟乐手谈恋爱的这个问题。之前还是先介绍自己一下吧。主要是为了说跟乐手谈恋爱这个事儿，然后介绍一下自己。那我也不能说我跟多少乐手谈过恋爱啊，这么介绍自己，骂了他不？没事，上不是你不说就没人认出来了吗？应该不多吧？哎，还是有人问，预告片已经有人问了。是吗？问我前男友是谁了是吗？啊，我前男友这事儿啊。你自己说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因果万象丽雅，然后也是一些乐队的经纪人。你们好。哎，又要宣传你们家乐队吗？待会儿再宣吧，不能提到。不是，我其实不是人家这个圈子的人，就是我自己是做影视的，有自己影视公司，但是，朋友这个圈子的很多啊。我叫刘思飞，叫我飞飞就可以。刘大姐。对，而且刘姐原来也那个兼职帮忙过主播嘛。对，就是叫婶儿也行，我不建议。你觉得刘大姐接地气儿？听着好像不动口的。这既然咱们节目叫这个姨妈驾到，那么叫刘大姨也行，我觉得可以。刘大姨，大姨你留下。